亲爱的宝宝妈妈和宝贝们，晚安。今天亲子晚祷继续为肺炎疫情守望，我们来读诗篇103篇的2到4节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诗人亲身经历过神的拯救与大能，写下了发自内心的颂赞和感恩。现在我们就用这段经文一起来祷告。仁爱和慈悲的阿爸天父，宇宙中充满了你的存在，白天或黑夜在天父看来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天父永恒的慈爱穿越了时空，从来不会受限。我们一刻也不想忘记你用零距离的爱环绕着我们，要赐我们力量克服恐慌。即使肺炎疫情仍然紧张，我们却要赞美你，在你那里已经预备了医治的方法。求你加添智慧和能力给医疗研究团队，循着你的启示找到方法。求你帮助人们谦逊接受你的帮助，我们持续信靠你，让你做完要成就的事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